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在吃火锅。这是 Billy， 这是 Jackson， 之后会由他拍我的 MV。然后这个是 Cozy， 这个是 Remy。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表演。过了，吃过了哈。我们今天在打狗吧，然后这有一位很可爱的服务生，叫做子杰。子杰，你真的很可爱，救救我！然后眼妆很好看。这个就是爱情。看你在搭讪人家啦，很可怜呢，你为什么搭讪人家啦？我来犯罪现场。师傅，师傅，我们这红酒开得如何？师傅，进展到哪里了？师傅，这样子开一罐要多少钱？我的共图药嘞。共图药，共图药是什么 ？Hammer。好，就在工具箱里啊。没有吗？不知道，应该还有一支是后面的。我不是有一支有拔钉器的。有趣吗？哦哦哦！师傅，哎呦 ！Defeat！ 让我看看你的脸，师傅。我自己带来的，我忘记。快来看！我自己带来的。我们喝红酒杯啊。所以我觉得那比较，说白了是质疑自己，可是我觉得说难听。